救我！你这个姿势哦，不用下跪，不用下跪，我救你，我救你，不用下跪，不用下跪。救我啦！来救了啦！谁知道第几位压死人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你刚没有刷护甲？木头回收哎、欸，为什么可以回收？有可以木头回收呀！太好笑了！哎，我很难过，我很好笑。什么垃圾？墙上怎么凸起一块了？为什么墙是长这样？墙上凸起一块了？舒服。不好意思，那你既然都要重盖，你可以把这一块这个要跳一下，这个改掉吗？对啊，我要全拆掉了，我要全拆掉，我只要放那个啦，我只要放、那個。哇，好的。哇，想要升级墙壁，可是这墙壁不错、啊、哪里呀、啊？来砍他，砍他，砍他！等一下，后面砍下那。哎、欸，有人是修复啊！你砍我修，你砍我修，看着比较快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这个打好快哦，要爆要爆要爆了！就是在这放上面好像，应该不会再被压死了吧？沙威玛还不出来，等一下再出来啦，等杰克回来。哦哦哦哦哦！哎，那木头掉好高。木头分，我感觉是被飞起来木头砸死的。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。锤子，好像 BOSS 要出来的声音，好爽。真的。然后突然一个多角的在你后面。嗯，哈哈。我拿到电锯，我拿到了。哦，电锯在里面吗？在桌上。OK OK。我刚才在找那个稿子，所以现在有电锯了吗？有电锯，里面还有他们这里面比较重要就剩登山斧了。啊，剩下一个登山镐。那个登山镐，那门入口在哪里啊？我来看一下。Hello， 哦，这里。好了，哇，好可爱哦、喔，旋转木马。这要好多那个、喔、木棍，棍吗？木棍附近还好，木棍都是棍呢、欸。对啊，都是棍啊，棍棍棍棍棍棍。家里没了吗？棍棍棍，没有，快补完了。因为几乎人手都有那个了，兔子皮的代替，对。登山镐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没有、啊，不能进，不能进。那面墙，我记得就是在那面墙。我知道在那面墙，可是我现在找不到那一面。嗯，我记得我们这样很后面，中间才找到。很后面呢？对啊，大概开台快两小时才找到的吧。嗯，就是我妈准备回来的那。好了，要去收集木棍了。好、哦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哦，你木棍也收完了。木棍、啊。我要去了。你要去了？对，你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杰克去哪里？他去玩家具。不、嗯，他去家具。玩家家。玩家家。家家。家家。家家当然，哎、欸，解锁成就！哇，我这两题先下去、啊。哎、欸，有人来喽！有人来喽！我们不需要去寻找 Timmy， 我们玩太久了吗？你说任务提示吗？对，哪里？刚刚那个啦，成就跳出来。哦，哦，是成就。上去吗？我不知道可以留地基放凉亭、哦，我不知道。他叫我们去找天美啦。哦，就是天美啊，就是天美啊，就那个妹。哦，那是妹妹还是弟弟啊？弟弟啊。哎、欸，所以会不会就是会就是那个你不需要盖这个，赶快去找人家的意思吗？对，玩太久了。他可能那个天美死被吃了这样。搞不好想不到说竟然有人真的会盖这个。哎、欸。哎，电锯还可以慢变带光的电锯哎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到有野人被树压死了。你是劈的时候刚好他压死是不是？对啊，我看那个野人然后天倒下去。我帮你烤了，我帮你烤了。真的耶，野人被压死，活该啊！拆我家，活该啦。这边那边应该上不去，所以你不要以为你长得像哈利波特不敢砍你哦、喔，不对，你长得像印度人不敢砍你哦、喔。
等一下，你看、欸、就这个、喔，那个肢解是不是？我从那边开始看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哦、喔。哦，我在上面等你啊。好，我去看一下那要登山稿的地方，爬过去是哪里？那就我们今晚不用睡了。我们继续挖，还好今天晚上没有很黑耶。对啊，月亮够大、啊。对啊，嗯，对啊，好像也是满月附近。那今天猪人会不会变那个啊？狂暴僵尸猪人？不是啦，每天讲到满月都要讲一次。今天猪人会不会变异啊？变僵尸猪人，混合各种勇气。僵尸猪人，木头用超凶的、啊。真的。我这些木头花了500根木头。你那个家真的是超大。什么声音啊？哦，树倒的声音。我刚以为是什么东西传送。哇，我觉得家里用凉亭来代替，真的我突然觉得家里好大。可凉亭不能睡了。不能睡啊！我要在就里面再做个东西就好了。广告吗？广告还有2分钟哦。我来做一下。广告吗？那我播一下。先下去吧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。好，应该是要先拿登山稿才可以来这边吧？对啊，登山稿要在。安心倒了。阿基利的车嘞？啊，我大车。嗯。鬼车。车，卡达车。这边就一台。我已经落魄到要在凉亭，然后搭狩猎小屋睡觉的日子。嗯，没关系啦，反正都睡哈基外面的。哦，对啊，狗窝。晚安，睡觉晚安，晚安晚安，晚安，说晚安。你找不到登山稿啊？究竟在？安安，是隔壁村的人。啊，冲过来了！哦，枪，他来打招呼了。要跑走？隔壁村在。哎，干嘛？来啊！干嘛？嘿，鬼哥。妈。哦，两个人呢。哎，三个。哎，还有白人哦，白人。他有没有、啊、他有没有卖牙膏、哦？哎、欸，哈基，你他是地、啊、你那个木头放哪里啊？没有，太快了吧？干嘛、啊？没有，我们可以放在家里盖那个啊，纯木头的地方啊，这样之后要用就可以。哎、啊，刚刚还有一只在家里，是不是？哦，没有，我砍死一只啦。我砍死一只哦，这是第二只，我砍死了第二只，你有没有砍一只三只？他头插进去。我去洗刀，之路。想要让团团增进建筑。哈？建筑实力是不是？所以要盖第四个家了吗？我才不要嘞！熊猫团团的第四个家。我不要，太累了。那边可以载阿飘打回来吗？不行哎、欸。还能载到 2DCS 吗？ 2DCS 、欸、很多人不知道那是什么、欸、我好难过、啊。对啊，我开台的时候居然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游戏、欸、我超怀念的。我其实也不知道啦。他长什么样子啊？是火柴人。哎呀，我被蜥蜴吓到了。这里不就回来了吗？那就和火柴人横向的，然后就枪击类游戏。有时候好友有直升机过来，你还要用搭盾挡。没有印象。哦，空白电视丢滑了。你现在可以搜寻啊。骨头很丑。现在想要换。你把椅子戳爆了。骨头啦。对，他把骨头围栏戳爆。哎，后面又在叫啦，在叫什么啦？哎、欸，你们砍好玩的木头会挡路哎、欸，怎么办？你们要不要来搜一搜啊？要不要搜到车上、啊？刚刚就是砍好玩的啊。对啊，要不要搜到车上一下？有啊，我刚刚有一个已经载满的了。嗯。地图上面会记登山考吗？不会吧、哦？我们有地图吗？还没有地图啊？我们没有拿地图这个道具，知道是有啦，还是我们没有做？没有没有，他是要拿的，
哎、欸，要白天了。计步器哪里来的？计步器。对啊。好像是某次拿到的。对，我有计步器耶，我2000多步了。为什么你才2000多步？9000哎。我也9000多步。9254。我11000多步哎、欸。我9494。计步器在哪？9494在包包旁边。它在。就是那个录音机旁边。9353。我刚想到那个是什么？没有，这边这里没有。网页小游戏算是吧？他们讲的刚刚应该是网页游戏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它可以载下来。哦，它也可以载下来、哦，载下来的。嗯，我就不知道，因为以前我家的网速太慢。有灯光，有灯光，灯。我看到了，他在拆雨夜家，是不是？他想拆雨夜家。他们卡住了，他们卡住了。先把早上先把木头放下来啦。等一下，我要先放完。等一下，重点是我现在连山坡上也有，山坡上也有。山坡是不是应该把它围起来啊？不然他们都从上面跳下来。对啊，感觉要围，可是他们也会爬、啊，其实没有用。对啊。不要逼我、哦。等一下，好冷哦。我家那个楼梯下面有一只哦。不要欺负问讲哦。哎、欸，有人冲过去了！救命啊！有人在劫车啊！劫车！哎、欸，劫车卡住了！到底是射到你的？干嘛啦？他在干嘛？不要不要打他！哈哈哈哈哈！那我不打他好了，他好累哦。跑步？怎么了？我可以计步器放在他身上吗？跑啊跑跑啊跑！原来你在雨中。抛去抛去！哎、欸，我们不能。换圈换圈换圈！什么东西啊？我感觉好嗨、啊！没有，刚刚有一个野人顺时钟跑，跑到一半冲出去又逆时针跑。又来又来！他在做什么啊？跑完了，再换一圈。你撞我干嘛啊？有问题哦！哎、欸，有 boss， 有 boss， 有 boss， 爆！哎，不是不是，路灯，对不起，那是路灯，长太像了。干嘛干嘛干嘛？真跑啊！哎呦！哎、哦欸，跑出来，跑出来，跑出来！哦，跑累了是不是？不想跑了是不是？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我们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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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暂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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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小雨后面那只，小雨后面那只，嗯，不要逼我、哦，你给我出来哦，你不要不害我打到家里哦。这是在闪光，痛瞎毁了。刚才看到白人怎么都不见了？刚看那个白白的野人呢？不见了，不知道。哎呦，山坡上2只哦。哎、欸，这车是多出来的，来了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刚感觉有多一台。对啊。哦，跑走了。好吧。都在盖一个了吗？啊，我累了。停车场就6个就好了。我觉得再怎么盖还是都会被拆掉。心累，心累。我也好累啊，找不到。惊动到攻击，我砍你。光子就砍。对啊，我们从这里过来是没有错的。是不是还有叫声啊？那边没有东西吧？啊，我跟杰瑞这边呢、啊，我跟杰瑞。对，我们这边后面还有。这一种。那下面吗？下面那只哦，还有一只。过来啊！来练。他来跑步。干嘛、啊欸？他可以做那个靶心哎、欸。有啊。可以练剑是不是？对谁、啊？可以练剑，我们可以练剑。可以练弓箭。我有多一个木头在我家前面。你们放哪？你们放哪边？好了，走吧。我来做一个吧。头，哦，中了、欸！你拿弓箭射到会飞的鸟，哎、欸，是会飞的鸟吗？拿弓箭射鸟，解锁成就、欸，哎。哦。哦。哦。你要放哪边？我放我这边，我放我这边。哎、欸，岩石带是要什么皮啊？看不出来。我看一下哦。哎、欸、呦、欸，我也解成就了、欸，好像大家都有哎、欸。那假的？岩石带没有。哦欸、可是我是射在地上的、啊、野猪，野猪哦，哎、嗯欸，等到你后面世界还有野人要来看你哦，对哦，还有野猪，走回来了、啊，哎、欸，下面好多野人、啊，下面很多啊，我不要，还是刚刚潜水的地方啊，都是你那边破坏我家园，不好意思，还有你，快死了，不会了，啊，天坑旁边的洞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天坑的洞在哪里啊。
欸，我们来那个，射箭来练练剑法，对啊，我可能要做一个标示。